你在干嘛？我、哦、天哪，你发现了一颗惊叹号石头！哦，那这是两颗石头吧？这应该是两颗石头，不是一颗石头。惊叹号石头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不要挖了，不要挖了，那个带不走了，那太大了。你去挖藤壶，你去挖藤壶，弟弟挖藤壶挖得很开心。你想把这个挖起来哦？好啊，那你慢慢加油，我觉得你要挖很久。